得十年前我就跟三位教授来帮助英林优质转型，那时候优质转型的学校呢都是50人以下的小型学校，那么一所学校一所学校跑，就发现呢、哇，这个海边跟山上的学校学生的物资真的非常的贫乏，那他们可以受到的照顾的机会很少。那耶诞节到了，一直被商业广告，每一个人应该都有一个耶诞礼物，那谁来当小朋友的耶诞老公公呢？后来我们就想到，其实呢，我们云林县在外面成功的企业家跟乡亲其实很多，如果可以把这股力量把它汇集起来，然后呢用一个主题，就是送爱心到偏乡的那个学童，让他们有一个耶诞礼物。那用什么装比较适合呢？其实用鞋盒，家里面空的鞋盒来装，那就很简单的就形成这样一个计划。啊，感谢我们的像跟新北市这样的合作，尤其秀山国小啊林校长带来非常多的一个圣诞礼物，透过这个鞋盒的礼物的这种交流互动，让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都市孩子有一种情感的交流，这是一个互相祝福。